音乐圈最近最轰动的新闻就是 AI 生成音乐的服务 Sono 发布了逆天的 V3 版本，成品质量让无数音乐人哀嚎得转行了，永远失业了。那么 AI 做出来的歌质量到底如何？它能替代人类音乐人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t Guy， 欢迎来到 Ham Records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 AI 做歌。首先，让我们先用 Sono 做出来一首歌。我给 Sono 发出的提示词是：请制作一首 Techno 歌曲，歌词是。最终，我得到了两首成品，我们选择其中表现更好的一首。我是午夜 DJ。Show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从这首歌的表现来看。Sono 的优点是它确实能有效理解 Techno 曲风的大致特性，缺点是编曲还非常单薄，缺细节，经常出现在制作人眼里属于混音事故的声音，比如这里的底鼓。你会爱我吗？这里的插片。你会爱我吗？但更致命的问题是它生成的人声质量非常差，几乎全曲都在失真。在一些编曲比较满的歌里，人声可能会被其他乐器遮住，但在 Techno 曲风里，人声没有其他乐器帮忙遮，问题就会非常明显，属于不能用的那种人声。如果不考虑人声问题以及最后那段莫名其妙的歌词问题，我认为这个成品质量远超新手制作人水平，但还远远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我决定给 AI 上一下强度，针对上一版的问题，我给出音乐制作人才能理解的明确指令，看他能否达成。请制作一首歌，需求有歌词是。我来快速解释一下提的这些要求。刀刃调式是一种中古调式，它没有大调和小调那么常见，比如这是大调调式的音阶，这是刀刃调式的音阶。909鼓机的音色长这样，303 bass 的音色长这样，303 bass 出现 future envelope 指的是这样的渐变效果。vocoder 就是常在 Daft Punk 的音乐里听到的人声效果。这些轨道在每分钟129拍的 BPM 下播放，速度会是。我生成了4首歌，选择其中表现最好的一首。我是午夜 DJ， 带你进入忘记烦恼的时空。电子音乐在耳边律动，我是你心中的节奏，跳动的灵魂迷失其中。我们来看它是否满足了我提出的要求。一， Techno 曲风没有达成，这首甚至不如唱一首，它已经不是 Techno 了。前半段主歌是 Future Bass， 后半段直接给做成了一首 EDM。 二， 使用 Dorian 调式没有达成，这首使用的还是大调调式。三，鼓组使用909鼓机没有达成，完全没出现过909音色。四， Bass 使用303音色没有达成，完全没出现过303音色。五，人声带有 vocoder 效果没有达成，完全没出现过 vocoder 效果。六，歌曲 BPM 为129，这是全村最后的希望，没有达成，它的速度是130。显然这些提示词给 Sono 整不会了，连曲风和速度都出错了。这跟现阶段很多 AI 产品一样，他们总会像模像样的回答，一旦碰到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会像模像样的瞎编。也就是说， Sono 目前的版本还无法理解专业复杂的提示词。 Sono 宣传的简单单词就能做音乐，乍一用会让人觉得非常神奇，但深入用就会发现它的宣传语是因为现阶段还只能做到这里。事实上，在高强度使用 Sono 几天后，我发现它其实更擅长做流行音乐。我猜可能是因为流行音乐的作品数量更多， AI 有更大的学习样本，因此我最终生成出来最像真人的是这首华语流行情歌。是谁的爱让你失落，是谁的爱让你失落，星星的眼泪滴落在我心，你的伤悲我也感同身受。这首歌我用 Gemini 1.5 生成了歌词，用 Sono V3 生成了最终成品，所以它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作品。接下来到了我们的保留环节，把这首 AI 做的歌发给耳朵最挑剔的人类梁欢老师。这次我打算给他也上上强度，我会谎称这首歌是自己要在 Ham 投稿发行的作品，请他来审核。这里必须要先解释一下 Ham 的审核流程。如果我是新人制作人，6个月内制作的歌都会由梁欢老师单独审核，他会持续给修改建议，一轮轮改，一直改到双方都最终满意。他的修改建议经常一给就是好几瓶，我要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建议。
但由于我不是新人制作人，我的投稿不是梁广老师单独审，而是直接被发到 HAM 评委会。 HAM 评委会是不给修改建议的，只会给通过或者不通过。而 HAM 的评委会又有一个神奇的设定，他们为了避免任何人情或者贿赂的行为，评委会成员必须全部匿名，而且必须保持基础个成员。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是 HAM 评委会成员，或者他在撒谎，或者他会当场丧失评委会资格。在所有评委会成员里，只有梁欢老师是对外实名的，但他只能算半个评委。每当评委会人数达到偶数个，他就会暂时退出，让成员始终保持基数个。现在的问题是，我并不知道梁欢老师是否还在评委会里，就算在，我也得不到修改建议，所以我不能把歌直接交给 HAM， 而是要单独找到梁欢老师，谎称这是我第一次做流行歌，未来要投稿给 HAM， 希望提前得到他的建议。以下是我们的聊天实录。这首 AI 做的歌里有唱，所以我得先找个理由解释这个人声的来源。考虑到 AI 生成的歌曲响度完全达不到工业水平，所以我补了这一句，以免他起疑。几分钟后，他的回复是：还没掏出任何修改建议，基本就被识破了。于是我急中生智，进行了这样的补救。其实看到这句，我已经感受到了杀气，但为了掏出有效信息，得硬着头皮认下来。然后我迎来了暴风骤雨。虽然梁欢老师已经气到露标点了，但此时我依旧没有获得歌曲本身的任何槽点，所以还得继续追问。我感觉常规方法肯定套不出来了，但我也不能白挨一顿数落，所以想了一下，最终祭出了大招苦情戏。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我成功了。十多分钟后，梁欢老师发来了以下修改建议。谁的爱让你失落，是谁的爱让你失落，星星的眼泪滴落在我心，你的伤悲总伸手，让我为你擦去泪痕。以上就是梁欢老师对 AI 生成的相对优秀的作品所进行的点评，相信可以让大家知道 AI 现阶段做的音乐在顶级制作人眼里的真实水平。也请大家放心，事后我已经第一时间跟梁欢老师说明了情况，本期视频没有任何梁欢受到伤害。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想知道关于音乐的什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最后，请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